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有运气又有世界的 YouTube 频道。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开箱文，就是呢，老豆最近呢迷上了要去做露营，所以呢，我们露营不是迷上了要做露营，因为带他出去哦，他都要住很贵的这个民宿或旅馆，对，高级的饭店受不了啦，对，所以我就决定买一个帐篷。对，以后到各地去，就到那个 Seven 的停车场，对，在停车场露营，对不对？要吃东西，24小时都有，真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买了一些露营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做开箱。那在进入主题之前呢，欢迎各位先订阅我的频道，按赞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就能在影片上架第一时间获得通知了。这个是我们买的帐篷啊，这个我们是问我们那个露营达人朋友抽出来，好，长这样哦，还有一点重量哎，这个，来看一下哦，没有经验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这个拿了出来。我们看里面有什么？这个是帐篷的。其实我也看不懂。对，看不懂呢。嗯、它的说明书在哪里啊？我们知道这里面是有内帐外帐啦，然后它还有那个营柱的那个。帐篷是这样子啦，哈。这个，它这个钉子。它一定有内帐外帐、还有西帐。东帐。西帐、东帐。是。啊，我们现在。先研究一下怎么装，研究一下、装起来的时候等一下再告诉你们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帐篷的说明书，很简单嘛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就完成了。哇，这么厉害。哎呦，问题是从哪里开始呢？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要装帐篷咯。我们把这个帐篷给立起来了，看我们的喵豆对这个帐篷很感兴趣哦，喵豆，要去玩对不对？你也想去露营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大概看一下，就是长这样哦。哇，厉害哦！哇，这个帐篷真的很大哎。然后它这边是一个，等于是一个玄关。进去之后，我们现在因为里面黑黑的看不太到，一房一厅啊，真的，里面就是一个房间，哇，好棒啊！我们的帐篷好了，灯，这个是露营灯，对，然后我们买的这一个露营最重要要有瑞士刀，对，瑞士刀真的很好用，什么都能用。我们买的这个露营灯呢，它是可以 USB 充电的，然后充完电就是可以这样的挂着，就会亮。它现在有没有？它现在有没有电哦？我不知道。哎，现在有电哎，太好了！挂进去。来，那我们我先。你去挂。好，我去挂。来，我们去咯，走咯。喵豆，你看，喵豆，喵豆，喵豆来，要跟妈妈来吗？喵豆，它这边里面呢就有一个可以挂的地方。哇，看到了没有？哇 ，Hello， 我们要来露营了。
然后这个是睡袋，我们买的睡袋，这个睡袋很棒哦，它是可以就是二合一，就是你可以当两个单被用，也可以两个合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垫下面，一个睡上面这样子，一个当做棉被盖。等一下打开再看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再看，有两个，好，太好了。接下来还有一个，泡棉。不是这个泡棉啦。那是什么？我们买了一个泡棉，是要垫在下面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外面睡觉的时候，可能地上是什么石头地比较硬的，所以就买了一个，这个是泡棉、啊、泡棉的垫子、那个、直接可以垫在下面睡觉的比较舒服。这只买了一个啊？对，因为只有一个，我们还可以再买，因为这个是单人份的，然后我们订的时候因为只有一个，所以我们就先买了，然后等到过两天有货了之后再订另外一个。这就是要垫在那个睡袋的下面，然后等于是有一个小床垫的概念。这个外面这个可以不要了吧？外面不用不用。苗头玩箱子玩上瘾了。哎呀！哎，不行！那个，来，这就是我们的泡棉的地垫，就是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可以这样子铺在地上，我们就可以在地上睡觉。很窄耶。单人份，对啊。所以我们要量一下，也许要买三个之类的。也，我想可能要。对不对？嗯，对对，没错。这样的话，真的需要四个。对，需要四个。Four，所以我们可以再买三个。除了这些之外呢，我们还买了一个，这个是瓦斯炉，放在那个桌上吧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开箱的是瓦斯炉。在外面露营呢，是一定要有一个野炊的工具。那我们现在我们买了一个瓦斯炉，这个瓦斯炉还蛮可爱的。其实露营啊，根本不要瓦斯炉，不需要、啊。我们以前露营都是钻木取火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，钻木取火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哇，我们特别选了这个很流线型的，对，是。哎，它还有一个防风的这个板子在。没有啦，那个是要拿起来的，因为纸板。哦，拿起来的。这个是纸板，到时候要拿起来的。对，就是长这样。酷哦。然后用这种瓦斯罐，对，一般外面就买得到的卡式瓦斯罐。好，非常棒，这是基本的，基本的开箱就结束咯。我们今天的帐篷，哎呀，我们的喵豆已经率先进去睡了，你看喵豆很喜欢。其实我们可以把那个拿起来做床垫哦。对，对不对？可以拆开来。来，我先打开一个。好，我们买的这个睡袋呢，是上下 2-in-1， 你可以当两个单袋用，也可以当一个双袋，所以这个还蛮实用的，还可以洗。哎，没有到不可以哦。还可以当被子用。对。当被子、垫被都可以。对，这个很棒。对，夏天就当垫被，这个都不需要了。是。啊，它这个你看，它是哦，有这个拉链。哎，它其实是一个方细节处方形的睡袋。对。这个细节就是这样，把拉链拉开来就可以变成铺垫啊，或者这样子用。然后单人睡的话，你就是拉开之后可以睡里面。这个睡袋就变成一个地垫，一个铺垫。然后现在要再来拆另外一个，就可以当被子。现在还要再把另外一个睡袋也打开，就可以当做棉被来盖。好哦，哎呀，就可以打开来咯。啊，我们先来看老爷。哇，很开心哎 ！Hello， 好，我也要进去睡睡看。我们把这个帐篷弄好之后呢，就决定晚上睡在帐篷里面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是这个帐篷里面。但是其实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枕头、棉被完全都带过来了。然后我们刚刚才发现这边，它这个旁边啊有这个口袋。可以放一些东西，还蛮好的。也有，你那边也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还不错。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来睡睡看这个帐篷，看状况怎么样。